定会在你身上守好这个家，巩固我的体面，绝对会跟狐狸精斗到底。哦，你妈这么有意思啊，竟然要我们跟你亲戚住一起啊，她的思想未免太开放了吧。我就觉得这样住不好，干脆去外头租房子搬出去好不好？才不要呢，如果我搬出去，那不等于向你亲戚认输吗？可是呢，今天开始练习了，我觉得大家练得都不错，再过一阵子肯定有很多。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些钱是Thank you.